Bandon B professional，但是这个是 Bandon Four。我进去的时候可以升级，飞行器需要升级。然后呢，没有那个视频定位。然后我要去升级的时候啊。只是它变成 Pendant Four，然后插电池。但是它这边还是 Professional，但有时候啊，它有，只是它可以转换 Pendant Four，但有时候啊，它是 Professional。然后观察看这边了那是两个。要等啊。Okay.